吼吼吼吼！接下来玩 Limbo，一款很恐怖的，另外一款很恐怖的游戏。按滑动和跳跃，按住执行操作，OK，移动。Oh no！我比较想用键盘玩呢。我天啊，怎么办呢？Limbo 从森林中醒。他说按住是滑行，按住操作。不是那里一定有什么东西，我就知道一定有尖刺，超可怕！发出来啊，只能到这里，太过分了。OK， 我跳 ，no， 跳，这画风好漂亮啊，黑白，后面是树吗 ？OK， 嗯哼，no， 从这里下去比较安全。OK， 这里下面一定有尖刺，我跳，哟。没有，是洞。OK。哇，船！可以吧？不对，向前航行吧。到底要去哪里呢？我的目的是什么？越过海洋。只是河吧，越过河流，我来到了另一个陆地。这到底是 2D 呢，还是 2D 的？哦，我上不去啊！难道我傻了？为什么呢？我天哪，要把船拉上去 ！OK，好大力气啊，这还是这个，哦。别挡住了！我上，我现在就是，现在怎么样呢？我跳，不小心发出很奇怪的声音，上，好漂亮哦！我这个，这个艺术感，这画风好漂亮哦，嘿。我的天哪！我刚刚天哪！我怎样啊？我不想再死了！跳！跳！好可怕哦！我的天啊！我刚刚被夹死啊！这个是什么尸体？爬上去了。夹死，嘿！好险！嘿，我上跳，有没有什么东西？有，不要有东西，拜托了！我不想要这个孩子死。OK， 有什么东西跳下来？No！无奈，
两只，怎么会一个石头掉下来啊？OK， 应该不需要什么游戏吧 ？OK， 好，继续走，继续走，难不倒，石头是石头，不是什么东西，只是石头。浮起来吧，怎么办？什么？只是一点点都不行，讨厌！No！ 不行不行，上去了。就一个啊！No！ 我只是不小心滑了一跤，这孩子不会游泳，是这个绳子吧？只能往前推，跳，这个要怎样啊？哦，这根本不行吧？怎么办呢？很有可能就是要往后推。我不是往那里推，太过分了吧？哎，我去！啊！等等，可以，可以这样的操作。哇！这孩子真好。天哪！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然后呢？看你们死我不知道。跳，这东西是。我的天哪，我想看一下那东西，那可以走过去吗？是的，里面有一个绳子耶。我觉得有东西，我去看一下。打不到啊！嘿，感觉有东西。哎呀！成功！还有什么呢？那我干嘛？然后我放过去，一个摆设的东西在那里。OK， 别死啊，孩子，滑下去。OK， 放哪个什么东西？摆设的。差一点点。哎呦天啊！为了这孩子，他没事吧？从那么高地方掉下来没事。哇！我上来了，凑路上。到了。你想说骗到我了，老虎夹，熊夹，哇，好像那个就是某种夹子，我得小心。哦，上面有一个夹子，你被我看到了吧？
下巴是谁放的？哎，杀了我吧！我想死一次看，来吧！啊！好像插手。轻的走过去，好可怕哦！我是在让他引，我是在引他出来啊！我想一下，杀我吧！应该是要让他夹到什么？唱吧，来呀、啊，别这样啊，来啊！来点，来点，快点啊，快来一点嘛！别掉下来，哦 ，OK。靠近一点点。Oh no！ 掉了掉了掉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靠，不要靠太近哦，是不会把你给转走的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你这天啊！来吧来吧，这东西很好吃。我看看这个，Oh no！来吧，我很好吃的。哎，再来一点。Oh no！ 哦，好痛哦！哦，好近，好远，好远。来来来来，再来一点。啊啊啊！插刀！啊，好烦哦！好，认真一点啦，认真一点。啊啊啊啊啊！来来来！啊，我的天哪！哎，过来一点。哎，哦，好痛哦！我的声音好可怕啊！这比较快，这比较快。哦，嘿，啊，好痛啊！滚！假的存档吗？没有，他怎么知道我正在存档呢？啊，我要掉下去了。OK， 哦，嘿，去
存档。我重新然后给它。有什么东西在下面？妈呀 ！OK， that is not good。动不到了，完了。别啊！我不是食物。它有多少只蜘蛛啊？它有去哪里？被藏起来了，嘿嘿。然后呢？哦，好棒哦！可以复活吗？可以。嘿，咦，掉下来！啊，好好玩，真好笑。嘿，嘿，青蛙的声音。跳我跳啊！我没那下来，我尽力了，我跳了。嗯，我是闸门，闸门跳了，轻轻的逃走。青蛙的声音真好听啊！哇哦，又来了，好烦啊！这孩子要死多少次才可以救得到他呢？嗯，要慢慢的走过去。Yes。咚！哎，什么东西挡到我了呢？哎哎。切！去吧树，撞撞撞撞！别死了！我就知道。啊！去吧去吧，去去去，滚过去！去去。哦哦哦哦，阿妹。嘿，一个，一个，一个噻！嘿，哪里哪里的？啊呀们，哪里？就一直往后退吧，走吧。天啊，飞起来了！哦天啊，这句有什么歌可以唱？你走快点！我是被石头压扁了。好啦，过完这个就停这个这一张吧。嘿，蜘蛛，你要一步一步往前走。好嘞。哦。哦哦，有点太厚。很近。走过来，不要让他滑下去。
要开镜哦，杀了你哦！还会杀我？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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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！哇哦哦，成功！醒来啊，孩子！头上有什么？好了，哦哦，结束了。什么骗子？啊，就先玩到这里吧。